Hello， 大家好，我是毅力，你们在看的是 Good 好传媒。大家好，我叫做许国明，英文名叫 Vincent， 大家通常都叫我做小鸟的。我是一位电影导演，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竟然说想做市长。市长是什么？市长即是差不多等于现在的特首。当然那时候很小，五六岁，就是还未，其实还未想知道自己真的想做什么的。记得就是再大一点的时候，去到中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很喜欢跑步，有很想做一个全职的长跑运动员的。再大一点就是想做警察。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当时就有科广告管理，就是当时就是要求就是每个同学就是拍个广告片咁样嘅，咁由嗰阵时开始咧就系接触到拍片呢样嘢啦，咁开始对拍片咧就好有兴趣。而家梦想当然系做电影啦，想做嘅电影咧就系唔单止净系而家嘅一啲低成本制作嘅独立电影啦，希望咧可以将来有机会可以拍一啲规模比较大些少嘅电影。咁我自己咧其实好多嘅唔同嘅题材，我自己都好有兴趣拍嘅。实现我而家嘅梦想咧，即系电影咧，其实咧喺澳门嚟讲，我觉得最困难嘅一样嘢就系钱啦。因為你好難揾到人去投資，同埋揾資助、揾贊助，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始終咧，就係拍電影呢樣嘢，其實咧係燒緊一大筆嘅銀紙嘅。咁變咗我會覺得就係話，點樣去解決呢個方式咧？其實咧就係希望係政府啦，又或者一啲私人嘅大企業啦，其實都可以諗下，其實就係話投資電影，又或者係贊助澳門嘅電影嘅發展咧，其實咧亦都係有助向外推廣澳門呢個城市，就俾多啲人係認識澳門呢一個城市。夢想呢兩個字其實都幾有趣嘅。咁就正如好似有一啲嘢你好想做，咁但係其實咧你就嗰樣嘢咧就係同你嘅現實生活咧有一段好大好大嘅距離。咁就正如好似咧你發夢喺夢境裏邊見到嘅一啲嘅東西，某一啲嘅嘢咧或者你好想做嘅一樣嘢咧，其實咧喺現實上咧佢係唔存在，又或者咧就算係有嘅話，你都好難係去實現到嘅。咁如果既然係咁嘅話，你一樣嘢你好想去做，咁雖則咧喺現實生活裏邊咧未必咁容易實行到嘅話咧，你真係好想做嘅話，你就要再言起行，否則咧呢個夢想咧只會係存在喺呢一個嘅發夢嘅階段裏邊，永遠都唔能夠係實行到嘅。Hello， 大家好，我係許國明，係一位電影導演。一起叫好，哇！Good。